喝，你说喝，哎，把眼镜摘下来，心灵的窗口给我打开。你们冷不冷？冷。我不太冷，我就是你们想的那个。破案了，杀手，这个杀手不太冷啊。我叫何刀疤，人如其名，我有一个刀疤。你这个刀疤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人狠话不多，所以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那你跟甄宝显是什么关系呢？他是我的邻居，我跟他不太熟。你做什么的？你猜。卖花的。卖花的。我不太一样。你不也是吃早餐吗？我对侦探特别配合，虽然我人狠话不多，我愿意把我昨晚的经历与你分享。与你分享。分享。昨晚的经历，师傅，你收手。你作为侦探，你一点好奇心都没有吗？我愿意讲，你还不甘心？这个玩意儿我实在是受不了，现在。没有我，哎，我上完班这里酸，我按摩一下不行？我昨天晚上上夜班。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人设，我人狠话不多。话不多。想听我昨晚的经历吗？